我们现在复习一下，好吧？好，我们等他们一会儿。好，能看见我的屏幕吗？能能看看见见我的，的电脑吗？好，可以吗？特别好。特别好，行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我们上节课学的这个，读一下。你把水果把水拿过来，过来，拿过来，对，拿过来。好，我们先听一下课文。你把水果拿过来。Lesson 14. Please bring the fruit here. 客人就要来了，你怎么还不打扫房间呢？别着急，我让孩子们打扫呢。客人来的时候，他们会把房间打扫干净。那你也不能看电视呀。你让我做什么？先把茶和杯子放好，然后把冰箱里的西瓜拿出来。太热了，我还是先把空调打开吧。生词，好，大家看一下生词。拿出来。好，打开吧。词。New words。打扫，干净，然后，冰箱。好。你们读一下。喂，能听见我说话吗？听见。特木金，把你的话筒打开。对，我要听你们读课文啊。来，你们一起读一下。客人就来了。你只好还不打扫房间呢？借着日子不让孩子们把车拿过来的时候，你们会把房间打扫干净，那你也不能看电视啊。你让我做什么？先把茶和杯子放好，然后把你的习惯拿出来。太热了，我还是先把空调打开吧。好，这个怎么读啊？打扫。我看看，这是谁啊？屠苏，把你的话筒打开。好了，好。我要。我要听见你说话哈。来，屠苏读一下这个单词。大嫂，打扫，周末我要打扫房间。再读。我把房间打扫干净了。很好，来，今天你们打扫房间了吗？打扫房间了。打扫了。房间干净了。你们的房间打扫干净了吗？对呀，你就来 answer to me， 回答我，你们的房间打扫干净了吗？我把房间打扫干净了。打扫干净了，很好。来，这个怎么读？干净。来读一下。哪里不干净，不要过去。
我把饭打扫干净了。干净。很好。这个怎么读？然后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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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读一下。我回到天吃饭，然后写作业。我每天早晨，早晨，哎，这个大家注意一下啊，这个字，这个字读晨，啊，这个字读晨，晨，就是。早晨，它就是早上的意思。对对。啊，早上。我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窦广臣，我的名字里有这个字，就是臣。嗯。臣。嗯。臣。我的名字里面叫臣，因为我是早晨生的，所以这个字念臣啊。嗯。嗯，好，你们再读一遍这一句话。我每天早晨起床，先洗脸，再去上班，然后上班。嗯，好，我每天早晨起床，先洗脸，再吃饭，然后去上班。啊，好，我们再往下看。哎，这个怎么读啊？冰线。嗯。读一下这个，恩和，我家有一，恩和读一下，这个汉，这个字，不，这个这一句话，我家有一，这个字念台，一台冰箱，对，嗯，特姆金。啊，来，你读一下这句话。冰箱。这一句话。啊，我家有一。这一句话，大哥。我把冰箱里面的菜吃干净了。对，很好。好，这是什么？冰箱、哦，这个呢？啊，冰火，这个字叫冰柜。冰柜。嗯，你们不是有那个书柜？你们叫书柜，对不对？嗯。它就是这个柜。冰柜，就是书柜，那也是在中国也叫书柜，就是柜子，好，记完了吗？完了。好，我们往下继续啊。哎。好，我们先听一下课文二。课文二，在打电话。Text two, on the phone. 你在忙什么呢？刚才打你的手机，你也不接。对不起，我刚洗了个澡，没听见。有什么事吗？我想问问你公司里的一些事情。你先等一下，我去把电视关了。没关系，你先把电视节目看完吧，然后再给我回电话。好，我们看一下生词。来，第一个怎么读？洗澡。对，这个呢？节目。节目。啊，这个洗，什么是洗？wash 对，洗澡。
洗澡就是洗身体，啊，嗯嗯，对对对，每天都要洗澡。来，你们读一下。你在梦什么呢？刚才打你的手，你不见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刚才洗一个澡，个澡，没听见，有洗了个澡。To take a bath， 说中国话。中国话，给他点点。啊，洗身体。洗了身体，洗了个澡的意思就是他一次，对，洗了一次，嗯啊，洗了一个，当然澡它是一个，洗个澡啊，你只要是洗东西都是用澡一个啊，不能用一次。嗯啊哈，洗了个。好，没听见有什么事吗？没听见有什么事。来，往下继续读。我想问我每天洗手，洗手。我每天洗手，可以。我刚才，你们看啊，这里面，哎，啊，这里面它有一个什么？菜缸。刚还记得刚和刚才吗？知道了。啊，你如果要，你们如果后面加上什么洗了个什么什么，啊，前面是要加刚的。如果没有刚，就是直接就洗澡，啊，刚，或者刚才。对。我刚才洗了个澡，我刚洗了个澡，这样它前面是要加这两个才能叫洗了个东西，明白了吗？嗯嗯嗯，好，这个怎么读？节目，哎，节目，节目。嗯，你们今天看电视节目了吗？是啊。嗯，看不见，看不见。嗯，你今天看电视节目了吗？嗯，看节目。嗯，子晴没看。没看。你昨天给我表演了一个节目，唱了一首歌。好，我们再往下看。这个是什么？洗澡。洗澡。嗯，洗澡。来，读一下。晚上睡觉以前，想个热水澡会很舒服。对，舒服。运动完要。动完要洗个澡。对，你们看，洗个热水澡，洗个澡。但是你看这个是、嗯、它有什么？了。对，它有了的话，前面要加一个刚。刚。如果没有了，没有刚、嗯，你们就不要写了了。了。嗯。嗯，明白。明白了吗？明白，明白。好，这是来，这是什么？洗凉。这个呢？洗脚，洗手，谁呀？刷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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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湿，敷，哎呀，写的好难看，刷，刷牙，刷牙，嗯，不叫洗牙哈，洗牙是要去东站的啊，刷牙，嗯。嗯今天你们洗手了吗？洗手了。嗯，今天蒙古我看洗手了很多。很多次洗手了很多次。嗯、啊、嗯，洗了很多次手，不能叫很多啊，洗手很多不可以。嗯、好、嗯，今天我看蒙古有
那个什么三十个了，病毒对病毒三十个，嗯嗯，四十个四十个啊，就是蒙古自己有的，不是从俄罗斯和中国来的啊啊，嗯，明白明白，嗯，所以要多洗手啊，嗯哼，嗯，我们往下看，这是什么？节目。好，读一下。电视节目很多，他很喜欢看。你想把电视节目看完，然后再给我打电话。这台节目在中国很有名。对。就是这台节目啊，哎，你们二月，我看看啊，什么时候？2021年春节。对，2021年2月11日晚上8点、嗯，你们看中国的电视台 CCTV One、CCTV 一，他会演这个节目，你们可以看看。好，好，嗯，好，我是谁呀、啊？老师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衣服。这是什么？衣服、啊。洗。老师把衣服洗了。洗了。啊，洗了，它是一个这个，是不是？三个，对、啊。然后我洗干净了吗？干净了。老师把衣服洗干净了。嗯，洗干净了。对，他是谁啊？波雅。波雅。这是谁啊？这是什么？作业。他干什么了？波雅把作业。波雅把作业写完了。对。波雅把作业写完了。写完。啊，洗干净了吗？写干净，写完了吗？写完了。啊、嗯，就是把衣服洗干净了。啊、嗯，博雅把作业、嗯、啊，我操，写完了啊。嗯哼。嗯。加结果补语啊。来，你们都读一下。老师把衣服干净了。波雅把作业写完了。他把蛋糕吃没了。蛋糕吃没了。我把咖啡喝没了。好，老师，不要把作业写完了。写完了，我写错了、这个地方。谢。写完了、嗯，能看见吗？看。能。嗯。好。任俊志说什么呢？老师粘完了以后给我 video 啊。好，我们继续看这个。来，子晴，嗯，听课啊。来，你读一。妈妈把饭做好去了。做什么？嗯。妈妈把做好吃了。哦，好吃，它是那个什么吗？它是 ADG 吗？不是 ADG。嗯，好是 ADG。吃是什么？是 verb。对啊，那后面它要加什么？这个 ADG。对啊，它不能是加 ADG 加 verb。啊，嗯，对，它不能是这个是错误的，啊，它只能加一个好，因为好是 ADG。来，子晴再说一遍。嗯，
他把蛋糕吃坏了。吃坏了。我把吃什么？吃坏。吃坏了。啊，可以，这个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没问题。来，第三句。嗯。我打扫房间。我把房间，打扫房间，完了。我把房间，什么？打扫是什么？我对呀、啊，那你那他是 s 加八。我把房间打扫完了。对，可以。涂鸦，涂鸦。涂鸦。妈妈。嗯。妈妈把盘子挖完了。嗯，好。他把蛋糕吃完了。嗯。我把房间打扫完了。好，对，光是完了，呵呵，可以。嗯，好。这个大家看一下，读一下。老师把衣服洗干净了。对不起。我要把作业写完了。他把蛋糕吃没了。没了。我把咖啡喝没了。喝没了。老师没把衣服洗干净。干净。不要没把作业写完。他没把蛋糕吃没，我没把咖啡喝没。嗯，你们看，他这里有什么？了这边有吗？没有。所以他在没把什么的时候，他没有没有了，明白吗？明白了，明白。好，读一读，读一读。走过来，走下来，走进来，走出来，走回来，走过来，跑过去，跑过去，跑下去，跑进去，跑出去。爬回来，爬过来，过来，拿过去，拿过来，拿进去，拿进来，拿回去，拿回来，搬过去，搬过来，搬进去，搬进来，搬回去，搬回来。爬上去，爬下来，爬进去，爬出来，爬下来，爬下去。嗯，好。这个是什么？来读一下。老师，啊，什么笔啊？钢笔。对，钢笔。这叫钢笔，拿过来，拿过来，钢笔啊，钢笔，对，钢，哎，我 sorry 啊，钢笔啊，钢笔，嗯，好，我们还有十分钟就下课了啊，下课以后十分钟以后。在上课啊，好，大家先不要退出啊，我们上完了这一节课再退出。好，这是什么？老师是老师啊，老师把钢笔拿过来。对，老师把钢笔拿过来。过来。哎，那我要拿到那边去呢，那就叫拿过。
来，同学们看，这是钢笔吧？看，嗯，能看到我吗？看，能看。啊，我钢笔这是啊。对。拿过来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我这又是拿过去。拿过去呀。对，拿过去。哎呀，这就是网课不好，在电脑上上课，你们总是看不见我。我没有办法表演。好，这是加趋向补语啊，是这个。好，我们再往下看，这个怎么读？我们这个呢？书拿出来。对，我们把书拿出来。拿出来。嗯，好，来那个图书。说一下，你把电脑拿过来。对，来那个特姆金，你拿笔子过来。不是这一句怎么说？我帮勺子，珠子、啊啊、我用这个说、啊、子强来你说一下。我没把桌子，是这个我没把桌子搬进去，可以。珍珠，小明把女朋友拿出来，他女朋友拿出来呀、啊？他女朋友他是带是一个什么词啊？带是一个、verb， 对呀、啊，那应该是什么？过去、啊，或者是、啊、进去，过来，哎，然后什么进去、进来，是吧？嗯、上去、上来都可以、啊。那怎么说啊？这句话，小明。把女朋友带，带过来。哎，可以，很好，啊，好，我们今天，啊，这也是，他这个把拿过去拿过来，他可以有了，可以没有了，啊。嗯哼。嗯，来，你们读一下。老师把。钢笔拿过去，老师没把钢笔拿过去，我们把书拿出来，我没把书拿出来，你把电脑拿出来了，你没把电脑拿出来。我没把桌子搬进去了，小明把女朋友带过来了，小明没把女朋友带过来。哎，你们看他这里有没有了？嗯哼。啊，那这里有没有？没有。哎，对，他没把的时候还是后面不能加了、嗯、啊，明白。嗯，我们今天学习第课文三、嗯、你们先听一下课文好吗？好。课文三，在小明家。 Text three.At 小明's home. 今晚的月亮真漂亮，像白色的盘子一样。
是啊，外边也不刮风，我们坐在外边一边看月亮一边吃东西，怎么样？好啊，我先把桌椅搬出去，然后你把水果拿过来，我们听叔叔阿姨讲讲他们年轻时候的故事。太好了，记得给大山打个电话，让他马上过来。不用打了，你听外面的声音一定是大山。生词。好，来，大家跟我读一下。今晚的月亮真漂亮。今晚的月亮真漂亮，像白色的盘子一样。像白色的盘子一样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外边也不刮风。外边也不刮风。我们坐，对不起，我写错了。我们坐在外面，坐在外边，坐在外面啊。好，我们坐在外边，一边看月亮，一边吃东西。我们坐在外边，一边看月亮，一边吃东西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好啊，好啊，我先把桌椅搬出去。我先把桌椅搬出去。然后你把水果拿过来。然后你把水果拿过来。我们听叔叔阿姨讲讲他们年轻时候的故事。我们听叔叔阿姨讲他们年轻时候的故事。对，太好了。太好了，记得给大山打个电话。记得给大山打个电话，让他马上过来。让他马上过来。不用打了。不用打了。你听外边的声音。你听外边的声音，一定是大山。一定是大山。嗯，好，我们看一下生词。第一个怎么读？月亮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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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你们听一下啊，听一下。又打了。New words。月亮。像盘子，刮风，叔叔，阿姨，故事，声音。好，听见了吗？听见了。好，第一个月亮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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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像。像。盘子。盘子。盘子。刮风。刮风，叔叔，叔叔，叔叔，阿姨，阿姨，阿姨，故事，故事，故事，声音，声音。好，我们这节课先到这儿，我十分钟以后，我给你们发，好吗？